艺人谢金燕有着亮眼外形和火辣身材，感情状态备受外界关注的她，愚人节当天抛出真友消息，并列出六点条件，包括有惊人的体力、未婚、经济能力要可以养活自己等，而最重要的是必须接受没有滤镜的她。不少人虽然猜测是愚人节的玩笑，不过仍祝福姐姐早日找到白马王子。没想到谢金燕随后还在留言区补充表示，完了，十分钟了，没半个人报名，我的心受到打击，并附上泪眼汪汪的表情符号，直言自己要去哭了，让不少粉丝看到后赶紧安慰，一定有人会报名的，姐姐加油，可能缘分还没到，应该是姐条件太好没人敢报名吧，姐太优秀了，光第一点就被淘汰了。